我只有在前天上邵康战影室的节目下节目之后，因为他接受邵少康的专访，就简单的讲几句话，我说要请他支持啊，然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选，他说还在 thinking， 这样。那你看他怎么看，他今天已经 thinking 好就决定，昨天晚上就宣布了。 那我们就君子之争嘛，我们就希望能够充分的发挥这大家朗朗上口的说的要党团自主，那我们希望要党中央不要介入，也希望韩江正副院长不要介入这场的党团自主的选举。我想这个我们都常常讲说党团自主，党团自主，尊重党团每个成员的意志，到底要投我还是投这个副委，我们的尊重。我也想问一下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是党中央派跟战斗蓝在开战的这个意味？这个我没想这么多，今天也不是什么战斗蓝，今天这个有战斗蓝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了哈。基本上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个外面所谓的社团，并不是这样子。那今天我是来这里上课，那跟我一起上课的徐小新，好像等一下韩国院长也会来，哇，跟韩等一下也会来。那跟韩院长同台的话，就是说有顺便争取这个韩院长的支持，那当然是一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票，我都极力争取。这两天认真打电话，认真去拜票。那不分区的部分会希望说，因为总共有13票嘛，那会跟党中央喊话，是不是不要像之前这样团进团出，让这个委员自主？对，我已经我的脸书刚发出去了，这个也各位可以看一下。我最后一段话就是希望我们呼吁了党中央以及韩江都不要介入这次的总召的选举，尊重每个立委他们的自由意志。我先谈到这个立法院长选举哦，您是不是有提出建议说，如果民众党上午投游锡堃，下午就把票集中投给黄珊珊，然后让民众党成为不折不扣的小绿，是不是这个建议？这个到节目上有提，这个外这旁边其他的来宾都有提类似的建议哦，但这个要经过要党团大会。今天假如这个上午真的他们去投游锡堃的话，我想我们可会紧急的开一个要党团大会，可能跟党中央一起来，请党中央来指导，看下午的票怎么投，因为原来就是江启臣嘛。那既然他上午这个是投游锡堃的话，游锡堃出现的，那到时候弟弟就是绿票要合了，副院长是备胎啊，主要还是院长，院长主持会议，他因故不能够主持，才副院长来代理他啊，所以主要是院长，院长才是真的，副院长相对他的重要性没有像院长这么的高，所以既然是他们投他，那就是绿白合了，说不定后面会不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的官位会丢出来，比如说部长、部会首长丢出来给这个民众党，我想这样的话就不折不扣的绿白合没关系，那国民党就变成唯一强大的监督力量，我们对这个也就这样子吧。好，那对宽基有信心吗？总召正，我全力以赴吧。因为朱立伦还说要用副宽基来对付柯建铭，是这个你看怎么解读啦？我去查了一下啦，他说这个就是因为他礼让嘛，这礼让总是有一些讲场面话，我不认为这个话就是是有代表什么意思的。你可以想一下嘛，过去8年我们在抗争的时候，我带头在冲啊，在前面冲，我打到这个受伤啊，伤痕累累，或者甚至于要头破血流啊，那时候好像副委员好像都没有看到那您对决柯建铭有信心吗？如果一对一的 PK 的话，我跟他已经有多年的这个打交道的经验嘛。虽然我过去8年没有当总召，可是我常常跟他协商啊，因为党团的干部都会常常的找我去跟他协商，所以这个我跟他弟有的经验，我想应该是相当多的。等一下会争取那个19位新科立委的亲自拜访。我任何人来，我都要争取啊。等一下再继续再拜拜。当然一定。我想问一下，那可是总召是一年一制嘛？对。那有没有可能经过协调？比如说今年先谁当，然后明年再谁当，这样子促成党内团结？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可能性的，这个毕竟一年一任嘛，其实大家
大家，这是一个服务的工作了。我常想说，这个小党变成书记长啊是小弟，这个大党变总召啊是小小弟，哎，就是完全替大家服务啊，做替大家服务的工作。他不是院长副院长，不是啊。谢谢。那如果副部长说让大哥先当，你会答应吗？这个我们这个会，我们登记完以后会有协调的过程，啊，会有协调过程啊，好吧？谢谢。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